花友寄过来一个三角梅啊，说是要不行了，让我给他救一下。咱们呢，今天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，就帮他养什么花。这个是从九号就开始寄过来，在而且发的还是顺丰。哇，现在这个疫情真的是反反复复，没完了，又开始了。哎，花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，不要到处乱浪。哎呦，这干啥？这要嗝屁了才寄过来，还好没死那么透，或许还能救。这个老光嘛。对，太老了，这个，哎呀，估计都死透了，马上要。这个，他怎么还没有复发？你早一点嘛，好多的花友都来的时候都快死了。回回都是给我，以后就是我只要是能养活就封神之作的那种。我的天，能不能稍微早一点？哎，我是老花医，我这能给你救的就给你救，你癌症晚期我咋给你救啊？别整那种医学难题给我呀，宝贝儿。这一颗还不便宜呢，要死了挺可惜的，赶紧吧，先拆起来，先拆。到现在都没发芽。用到的就是那种便宜土，你知道吗？我一闻就知道那个三块钱一包的、五块钱一包的那种土，一闻就能闻出来的感觉。要么就是他自己配的，用的细河沙，你别用细河沙呀。老庄生庄的时候，哎呦我，你看根还是活着呢，你看着没？我知道根他剪了，水大，看到没？水太大了，再跟花友们说一下。你像有生庄也好，老庄也罢，想让它生根，不是说浇多好多好多少水，还有一个点，不要埋得太深。你看这个花都埋到这儿了，埋到这儿就行，我固定不住，固定不住你打架子。你说你这么老个庄，你整过来，哎呀，咋整这个愁人？哎，好吧。整吧，没有那种很浅的盆儿。哎呀，这个呢，这行吗？差不多吧，但好像又差点意思。这个呢，这是一个三角梅的老桩。我的天，这怎么啊？对呀、啊，要 over 了，给他救呗，反正养死不赔。下面加一些桃粒。不用保水的东西，因为这我们家有这个不要的椰子壳也行啊，垫垫底嘛，就是防止这个盆土的积水烂根。随便整点椰壳这个东西也行，桃粒也行，啥都行，啊，都没问题。这回呢，就用老花医的这个直接配方型的一个通用土就行了，没必要花里胡哨，没必要，直接整就行就别整了，它已经发了一点小嫩根，别来回就再戳它这了那了的了，直接就再种上，再加入一点土，土不够。对啊，上面肯定有干石头。很多的花友老是问老花医，你配的这个通用型配方土能不能养老庄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养生庄，也可以养老庄，可以的。而且泥炭土这个东西呢，在书上面写的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腐殖土。之所以叫泥炭，它是按照燃料进口的，所以说都喊它泥炭了。你看，首先避免了这个花友埋得太深的是第一点缘故，好吧？因为时间长了以后会闷根。第二步呢，咱们要做的是看看上面的能修剪的就修剪一下。这个肯定是没什么戏了，我感觉。哎呀，不可能生出来芽的。算了吧，后期再研究吧。这一只都没用了，这一只你看。哎呀，太难剪了，都干了，干了都剪不动了。好了，放到咱们那个通道里边去。你不得给它缠个保鲜膜啊？这个不用缠。嗯？不用穿，不用穿，缠保鲜膜干啥？不缠保鲜膜。我看到有一个垃圾袋里边捡到一个垃圾，我看一下哈、啊，
哎，刚刚好是吧？是不是刚刚好？啊？再套一个吧，还有吗？有保鲜膜。哎，垃圾袋里边还有一个。从垃圾袋里边就给他找这些事解决了，没有那么难。戴个帽，你看爸爸就戴个帽。看没，这事就行了，走吧，先拿着。哎，不来了，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完了。花友，你去买彩票吧，你中奖了。哎，这个臭宝，这个臭宝的树遭罪了，我天哪！咱们要不弄点沉的，把眼睛给盖上。完了，重新种去吧。哎呀呀呀呀！花友啊，花友啊，你那个翻车了呀！哎呀，好难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拿着那两个袋儿走。哎呀，打水。大家有条件也可以像我一样弄个水池子或者弄个水缸。喷壶啊，喷壶，喷壶，华博士的这个很硬哈，质量很好，还带刻度，两升的，很适合这种。生根液，若干滴，当药引子，不需要太多哈，生根液，只是当药引子而已，你多了它也没什么作用。101，大家可以用一些赤霉酸，或者说吲哚丁酸。或者是耐乙酸，或者是什么这个氟硝芬钠，又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好吧，很多很多你很都可以，云台素内酯这些当一些激素，这个都可以。不过家庭园艺这一块呢，101是最为合适的这个东西，它不烧花，哎呦，浪费了好几块。你这话说你用的是水吗？你说是水我也没办法，好吧，这正儿八经的101那一桶700-800，给花友们用我是舍得，给我给自己给别人用我是。自己用我都有时候抠搜的，几滴杀菌液，不用太多，稍微做一下杀菌，防预防预防，就是生根粉跟杀菌液的这个差不多。加水，101可以，101可以多一点，它不烧花。有的话总说这玩意儿是不是智商税这了那了的。你可以买别的呀，你不一定非得是，是吧？你嫌它贵，你去换别的嘛。哎，这是哪个位置没弄严？树干打湿。因为路上它有一点点脱水了，该铺个面的哈，浇水方便是吧？这个时候铺面的这个就体现出来了。好话说，要不要铺面？我觉得铺面其实蛮好的，然后后期千万别来回搬弄它了，因为它老是咕咚咕咚的动。通风一定要好，花友们，通风一定要好一点。下面漏水了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。把这个套袋给它套上，那个就不套了，就光套上面就行了，就光套上面这一点吧，稍微套着点，稍微套住一点，就是让它总是凝结水蒸气嘛。行了，这个就放在这儿，我就怕刮风的时候给它刮歪了。
我拿两块砖给它压一下。这个我比较害怕它刮风的时候把它给刮歪了，我拿两块砖给它固定一下。再拿两块，怕刮风的时候刮歪。行了，就这么扔的吧，慢点了就这样了。过段时间它就差不多长叶子了，因为温度这两天也算回暖了，没必要放到大棚里面。好的话，如果说买老庄的时候，这个季节已经可以开始了哈。你也看自己的一个情况吧，这个花友的这个杆子是脱水了我才套袋子，基本上你买的比较新鲜的可以不用套袋子，它存活能力都很强的，植物的萌芽能力都很强。希望这会儿的花友花早日开出来吧。另外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它这盆要死了，这位花友的这个要死了，我感觉你知道吗，我感觉已经要死了，他来的时候已经极度的脱水了，这都是假活的枝芽，全部都死了，嗝屁了，没用了，要废了感觉。哎，也不一定啊，或许有奇迹呢，先给他套上吧。不是说每一盆老庄都能活哈。哎，有的话说老怀疑你都给人家养死了吗？哪能都养死，也有活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盆吧。哎，这个就是脱水脱得太严重了，难救了。另外一个就紫藤了，紫藤现在都已经长出来芽子了，已经活了。另外也跟他一块来的这个小的也活了。好了，想要寄养的臭宝啊，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哈。寄养是免费的，你不论我用什么东西都不给你要钱，然后来回的快递费要自己出，好吧？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